师傅，我要减肥。厨房厨师传你发抖，九九八十一六后大功告成。九九八十一日后，哇哦，不错呀！这就是哪吒传下来的法宝，只要你坚持练功，一定可以。所以你是嫌我胖吗？玩健身环减肥的第一天，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。Ready go！ 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学废了吗？你一个人在这干嘛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，你是来拉屎的吧？